大家好，你们社造了吗？空中大学开设了社区营造与生活的课程，由李永展老师、黄世辉老师以及我本人王俊秀一起为各位开设这个课程。这个课程共有六造，也就是造人、造文、造史、造地、造景、造产以及造业、造事。然后每一造都有三班五艺，也就是18班五艺，可以跟各位共学来改变你自己的社区。我们也提供了48个课程的个案，由中华民国社造学会所推荐，给各位做参考。然后希望能够产生72变，也就是因为修了这个课程，所以同学们改变了，住民改变了，大家改变了，由人家变家人。我们都住在社区，社区是我的家，也是你的家，但是它是不是我们的家？所以学到这个以后，希望成为海明威所说的移动响应。如果你一生中曾经到过巴黎，如此的经验就是一辈子如影随形的响应，让我们的社区成为移动响应。我们这个课程叫社区营造与生活。